金星从出道开始就备受关注，有人喜欢她敢说敢做的性格，有人觉得她太容易得罪人，但不管别人怎么说，金星依旧我行我素，只要她自己开心就好。但总有一些人并不希望金星开心。12月30日下午，金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动态，是一档新节目的海报，海配文称，画面中间却最重要的艺人，江某卫视不要瞎带节奏了，把原因说出来。就在大家一脸懵的时候，细心的网友却发现了海报中的猫腻。原来这个海报是某卫视的一档新节目，叫《了不起的打工人》。原本金星也是这个节目的嘉宾，而且也进行了前期的宣传，结果却在官宣的时候把海报上的金星给批掉了。节目组的这种行为引发了金星的不满。这还不是最过分的，最过分的是节目组没有跟大众说明换掉金星的原因，引发网友猜测金星是不是翻车了。节目组提前得到了消息，所以才批掉了金星。这些猜测给金星带来了困扰，所以他才在社交平台发文质问江某卫视。金星在发了第一条动态两个小时之后，并没有得到节目组的回应，他又更新了一条动态，这次直接点名质问江苏卫视，不再用江某卫视。金星称自己在首期节目中说的话，都是从正面角度鼓励并提醒海外归来的学子，回国要脚踏实地做事，把民族品牌推向世界。他不明白自己说的这些正能量的话到底有什么问题，让江苏卫视剪掉自己的镜头，还把海报上的照片也删掉。最后金星强烈要求江苏卫视给出解释，带有一种你不解释明白我就不算完的气势。很多网友看到金星的态度都纷纷感叹，金姐真的太刚了，她算是娱乐圈第一个敢跟卫视叫板的人吧。说实话，这只是金星的一面之词，作为吃瓜群众，我们不能随便下结论，到底谁对谁错要看江苏卫视如何回应了。但现在事情已经发酵了一下午，江苏卫视都没有出来回应，不知道是打算私下跟金星谈呢，还是打算假装没看见呢。不管最后选择哪一种，江苏卫视都要给大众一个交代，不让他这么多年的口碑可能会受到影响，而这个新节目很肯定会夭折，大家觉得是不是呢？